我哋另一位愛心大師啊，就係有師妹陳宗澤。其實今天你要跟我們講一下東華三院咧，其實佢今年有個活動主題嘅，內容是啲咩咧？哦，內容就是人生百載，傳承大愛啊！係，裡面包括有啲咩服務或者啲咩意義喺度咧？其實咧，佢愛心滿東華咧已經有呢個免費醫療服務啦，咁其實就服務咗大家都35年啦。嗯。是冇錯，所以咧，其實已經幫助很多有需要的人士啦。咁你記唔記得你到時係幾時嚟到參與我哋呢個嘅慈善晚會？到時9月9日咧，咁我就會同其他幾位嘅愛心大使啦，就會喺會展有一個慈善晚會啦。冇錯，咁我哋到時都會喺現場支持嘅。咁如果即係都呼籲一下啦，咁大家到時都踴躍捐款支持啦。始終呢個服務都叫做服務大概35年啦。是啊，冇錯，這個活動啦嚇，係啦，呢個時候不如交個台俾你，同我哋唱歌。好啊，好，俾掌聲佢。烟花吹花灰雨晴，还是
愁，在那边等我一趟。Thank you。好，唔該曬 CY，thank you。好，休息一陣先啊。係咧，頭先 CY 所講到咧，即係好開心，我哋商業一台雷霆打比一啦，同東華三院啦一齊合作嘅呢個愛心滿東華免費醫療服務捐助計劃啦，係啊，35年㗎啦已經。咁當然啦，東華三院服務廣大嘅市民咧，係過半世紀咁耐添啦嚇。